同学出场，有请。哎呀，哎呀，大家好，我是思聪老师的学生郑楚欣。欢迎楚欣。大家好，我是朱军老师班里的学生黄许峰。欢迎许峰。两个人今天要唱什么歌？美丽的梭罗河。啊，真好听的一首歌啊。在课堂上老师都教你们什么了？上了一节音乐课，就是玩乐器。玩乐器呀、啊！这次唱的歌叫《美丽的梭罗河》。梭罗河，知道这首歌是哪个国家的吗？印尼。那梭罗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美丽的河。美丽的河也对啊，也对。这是一首印度尼西亚民歌。梭罗河呢也被称为是印度尼西亚的母亲河，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黄河和长江。它有一种民族音乐形式叫做甘美兰。那么甘美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敲击，用手敲击啊、然后呢这个甘美兰的音乐形式呢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甘美兰的曲风的各种乐器。孩子们，你们来看看这张图片，你觉得它像什么呢？那飞机引擎。哎，有一点哦，有点形状很像。你别说不行，很像风上那一个这样子。孩子们的想象空间啊，想象力很强。很像啊。告诉你们，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肯当鼓。甘美兰的这个合奏乐里面，它算是一个核心的乐器。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像元宝。金元宝。OK， 另外这个叫做，这不是火锅吗？就常用来煮饭的了。这个叫做铜牌琴，这个呢就叫做灌锣，属于节奏型的乐器。这个叫做旋锣，这个是铜片琴。来，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段这样自由发挥这种比较即兴的一种玩音乐的方式？我们也玩一下，来感受一下这种自由的感觉。One, two, three, go!
有一首歌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星星锁》。好美好美。虽然我们不是用他们本地语言唱的，其实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也不需要一定要用语言来说明它什么，只要有音乐在就证明了一切。这首歌可能跟我们的浏阳河一样，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心情去表达对祖国山川美好的这种心情。这样吧，我们感受一下这种歌颂我们自己祖国美好山河的山，一座座山。